涵、关晓彤新作扑街，鹿晗和关晓彤主演的《甜蜜暴击》确实没有达到预期效果。真人 CP 参演，男主鹿晗又是顶级流量，女主关晓彤也算是小花中很有话题的艺人，这样的合体都没让作品大爆，那得从多方面找原因，不能就把锅盖在艺人头上。这部剧档期、剧本、制作都有问题，而且最近这段时间上映的作品大多被《延禧攻略》吊打，《甜蜜暴击》一部不算大制作的作品能有现在的热度，不算扑街。王菲躺赚，以王菲现在的身价，代言、商演、综艺找她那都是天价。王菲之所以参加《欢乐之城》是赵薇帮忙参谋的，现在找王菲的综艺实在是太多了，综艺又舍得出钱，个个都是高价，能请到她出山那得很多人说情。王菲私下性格还是挺好相处的，但是涉及到工作就很难与其有进一步的交流，她这个人完全是凭着性子接工作。袁姗姗不接于正的戏，袁姗姗以前跟着于正至少是不缺戏拍的那种，虽然算不上大火，但无论是知名度还是热度都还过得去。现在离开了于正，袁姗姗就有些糊了，她的团队完全是新手出道，不会帮艺人策划，也不会帮艺人宣传，一些炒作手法都是别人用了不用的，完全掀不起一点浪。于正和袁姗姗私下关系还是挺好的，《延禧攻略》中的纯妃一角最开始找的是袁姗姗，但袁姗姗没有接，跑去接了一个现代剧，刘维发展好。刘维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，他现在资源挺好的，一年光综艺资源就20几个，代言时尚资源也不缺，而且现在正是国内综艺黄金期，综艺既轻松又赚钱，还能迅速帮艺人提高知名度。刘维挺会做人的，他私下会笼络关系，默默积攒人脉，他现在很多资源都是熟人介绍的，他们那个小圈子很稳固，就是有钱一起赚。林允儿来中国发展，林允儿在中国的路人缘、粉丝人气都很不错，限韩令解除了之后，他肯定会继续来中国宣传和拍戏的。林允儿这个人私下性格很好，对待朋友也很真诚，他在国内的时候和孙潇潇、林更新等中国好友私下来往很密切，林允儿现在的中文也是越来越好，正常交流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他身边还一直配着中文老师。